阿达尔玛佛的第四个德啊，第四个德。我喝一点水啊。躲在菩萨后面，比较没有人看到。第四德是什么呢？是具有十种神通游戏。那个阿达尔玛佛是最大的神通，他有十种最大的神通游戏。这十种神通游戏在《华严经》中有记载。一是舍天受，不在天上享福。二，受身到人间，到人间来胎生。三现童子，三现童子。第四，现出家相。第五，欢喜苦行。第六，向菩提树，就是开悟。第七，降魔。第八，极尽成无上劫，明心见性。第九，转法轮。第十，入涅槃。这个是十种游戏神通。